主料：羊肩肉300克，洋葱一个，甜椒一个，黄瓜一根。辅料：橄榄油、盐、白糖、生粉、生抽、孜然粉、孜然粒。料酒、香菜、XO 酱一勺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先将羊肩肉切成粒状，然后用孜然粉、生粉、生抽、白糖、料酒腌制备用。将配料洋葱、甜椒、黄瓜切成粒，烧热锅倒入适量橄榄油末，把腌过的羊肩肉倒入大火炒，炒至变色，加入甜椒一起炒片刻，再将洋葱、黄瓜倒入一起炒，调入烧匙盐炒均匀，再放入一小勺 XO 酱，翻炒均匀，调入适量孜然继续翻炒均匀，最后放入香菜即可熄火。烹饪技巧：羊肩肉提前约20分钟腌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